2月24日，陈赫在半夜2:50发了一组照片。从照片中，我们发现了不少的惊喜。陈赫带着他的兄弟们跑去日本吃喝玩乐。陈赫在社交平台表示：“粗鲁的一夜，我的假期刚刚开始，美食博主重新上线。”在照片中，我们看到了上海帮的老友朱桢，私下和陈赫的关系非常好。而在他们男人帮的酒吧聚会中，最大的亮点是鹿晗竟然和陈赫他们会师了。万万没想到，和关晓彤快成连体婴的鹿晗，终于在情人节以后和男人帮的大部队集合了。吃完饭后，男人帮一行人来到了一间非常有格调的洋酒馆深夜放纵。从照片中，我们看到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些红润，而鹿晗的眼神最为迷离，看样子是已经喝到了兴头上了。并且鹿晗也罕见的在社交平台上以如此素颜邋遢并且醉酒的形象出世于人。看到鹿晗的头发非常的凌乱，胡子也因为没刮而冒出了两撇八字胡，这是鹿晗首次丢下了偶像包袱，以 real man 的样子在镜头面前出现吧。有粉丝吐槽自己的偶像真是越来越糙了。